爸，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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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呀？多危险啊！路上，妈妈怎么没来接你啊？妈妈没来接我，可是我跟静静姐姐约好了去游乐场玩。你知道妈妈去哪儿了吗？我不知道，老师打了好几次电话，她都不接。来，爸爸抱啊。也不爱带我玩。走，爸爸带你玩个够。爸爸真好。走。哎呀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加油。好嘞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呜呜。爸爸。哎呀，给。喜欢吗？几个？换两个，换两个是吧？宝宝喜欢哪个？挑一下。这个，好嘞，这个，来。哇，太好了！谢谢啊，走喽。您看，就到这儿了。好，散会。喂，哎，张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一直在开会。什么？宝宝不见了？哦，那我马上过来。好，来，勇敢点，勇敢点，勇敢点。宝宝，来！走！老师跟我打电话说宝宝不见以后，我给所有的朋友还有他的同学都打电话了，找不到这孩子呀！现在越来越沉了，再大点，爸爸就抱不动了。今天玩的开不开心？还行，爸爸最好了。以后爸爸经常带你去游乐园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还想去动物园，去迪士尼。去。爸爸答应你，咱们哪儿都去，好不好？来，亲爸爸一个，亲爸爸一个。哎呦，真好！宝宝，宝宝，你混蛋！警察同志，就是他拐的孩子，你们快抓他！怎么回事啊？行了，事情都清楚了。你呢？没开机，没接到他的电话。你呢？刚好手机没电了，这都是误会，对吧？一家人呢，坐下来好好聊聊，把一些误会啊都解释清楚，不就行了？啊，是是，对不起啊，警察同志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好了，那你们再好好聊聊，我们就走了。安安走啊，再见。我们走。病吗？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赶快出去，我不想见到你。你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不是我去幼儿园，孩子就丢了。他如果在外面被人拐了，让车给撞了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要跟你说几遍，我今天加班，我赶不过去。你以为我想吗？有什么事比孩子更重要的？人家没有工作吗？人家怎么能管得了孩子？就你管不了？你这就是当妈的失职。我失职，我问你，宝宝出生到现在你在哪儿？他长这么大了，你管过他几次？
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失职？我就是觉得我亏欠宝宝的，所以我想弥补他。我想让他过上有爸疼的日子，我错了吗？你再看看你自己，孩子放学没人接，这我也就不说了。你还随随便便把一个陌生男人往家里带，你想过孩子的感受吗？孩子跟着你能安全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你把话说清楚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个李博士是谁。我今天去商场看见他跟他女朋友逛得开心着呢，怎么你不难受吗？你不打电话问问他吗？你打呀。少尔，你可真行，你为了让我离你远一点，你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，什么人都敢往家里带啊。你骗我也就算了，你撺掇着简宏成跟宁一起来骗我，你怎么想的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这段时间你都做了些什么？花钱雇人谈恋爱，把孩子扔到幼儿园没人管，差点出危险。你说你爱孩子，你就这么爱的是吗？你说我不配管宝宝，你就配吗？你配当这个妈吗？我不配当妈，你配当爸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保护孩子。我再告诉你，你今天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我们的协议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见宝宝，直到你改了为止。你现在出去，从我们家滚出去！